威猛的大狼登场。对比稿最难是最难的尺度吧。一开始揣摩他那个跌下来的动作的时候，就有跟他做那些动作。真的假的？我真的，你这样直接配就没有嘛，所以我就自己那个配置的专业哦，这样子。看好了吧，今晚是大日子，我一定会成为百分百的狼人，就跟你一样。弗莱迪鲁宾，步入月光。女神，变身仪式现在开始。我会让你骄傲。威猛的大狼登场。对拼稿。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九，我这叫做弗莱迪。那我本身是一个狼人，但却变成一只狗。贵宾狗。阴错阳差。没错。啊。第四配音哦，因为我应该是你们里面我是配最久的。嗯。对，然后我大概配了11个小时左右，哇，对，就是真的比录音的还，我录音都没录这么长哦。在明天月亮出现之前，你要想办法证明你是一只狼，否则你将被放逐。你是谁，贵宾？我不是贵宾，真假？还是拉布拉多、查理王贵宾、可卡贵宾？哇哦！不要靠近我后面，怪咖！现在用这样的声音配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声音。因为他里面配的时候，那个原本配的声音好像 key 就跟我差不多。中低音的感觉。對對對，我觉得《百分百小狼人》呢是一部就是合家观赏的一个动画，然后我觉得待会爸爸带小孩这样一起去看啊，会非常的欢乐，而且非常的励志嘛，因为要跟大家说要勇敢，散发很多正能量，所以建议大家去看。我刚刚家长很适合带小孩子去看，因为我觉得他可以教会很多小孩子去勇敢的追梦，然后去冒险。我觉得他就是可爱又疗愈，看了就开心，而且很热血。然后就像小孩讲的，他就用很简单欢乐的元素来告诉小朋友甚至大人一些很简单的大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支持百分百小狼人。2月26号，2月26号一起去收看哦。把他放开！一次抓到两个，把他们带去做狗狗沙龙，每次都能吓到狗。你是怪兽，吃我一击！最强的狼不是在拥有利爪，也不是拥有尖牙，而是拥有宽阔的心。这个正常到不行。好哎，我是个男孩，张开眼睛吧。哇哦，你是在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我看什么看？快停啊！